操，没有就不要废话嘛。干你娘，我开车的啊。哇，那你跟我讲的什么话？你跟我讲的什么话？你跟我讲的什么话？快叫我上车！你跟我讲的什么话？车子是我在开的吗？那我刚才跟你讲，那你对我密备给我干嘛？我问你，车子是不是我开的就好了？我靠！那你刚骂我什么？你刚刚他骂我什么？你沿路在那边滴滴骂我什么吗？来，你骂我什么？不然报警，好报警，你报警。妈的！我差点撞到你是吗？车子是我开的吗？我在跟他讲话、啊。我可以告你诽谤，来，你去报警。车子第一个不是我开的，你先诽谤我，我在公然侮辱你，对不对？报警。我诽谤你什么？我骂你什么？我刚有骂你吗？那我问你，车子是我开的吗？我刚才在跟他讲话、啊。你在跟他讲话，他刚刚在开车，他在开车，他有在理你吗？没有嘛。全程你也有录嘛？我在跟你讲话嘛？你一直说我在开车嘛？你说我在撞到你嘛？我刚刚在录嘛？我现在我就问你，他跟我有这样的，那你又你对吗？是你对我骂、欸，他在对你，是你对我骂、欸，你骂我。因为说真的，我刚刚因为是死角，对，没关系，那个我没关系。重点是他刚刚那个态度什么态度，我全都录到了，他骂我怎么干什么？你全都录到，那刚刚我。而且我这个新闻，我靠，我这个上很多次，你难道你也想这样子搞上新闻是吗？那边没有进行机车，我不能走吗？你觉得我有差吗？因为第一个，好，没关系，你去对他，车子不是我开的，你一直沿路在骂我，刚好你有录音。我骂你什么？来，你说 我，你说我差点撞到你吗？这个是骂吗？来，那我问你，我刚刚是不是问你，车子不是我开的？我靠，我哎、欸，今天他在开车，你人在那看着我，这个我就算我对着他讲话，那你干嘛对号入座？那你对号入座干嘛？他在开车，我不能看着你吗？吗？重点，我能不能看着 你看、啊？我看着你妨碍你自由了吗？哎、欸，奇怪了，那好，我问你嘛，那我先问你，有进行机车吗？你说我不能走，那我就回你，有进行机车吗？没有进行机车，你骑在路中间。路中间，路中间我不能走吗？我们也有行车记录器。路中间我不能走，有进行机车吗？我路中间我不能走吗？你路中间可以走，你突然有没有减慢？来，你行车记录器你有录，你自己。我怎样减慢？我走我的，我不能吗？啊，有进，哎、欸，我有超速吗？我没超速，你就不要废话嘛。既然你觉得你没有错，你要叫警察，你来叫警察，好不好？那你是什么态度啊？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，我跟你不熟，我的个性就这样子。你要叫警察，好，你的个性这样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抛到爆料嘛，你就好了。麻烦你抛。讲那么多，我去拿手机啊，麻烦你抛了啊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不，我这个事件我已经上过很多次新闻了哈，麻烦他哈，等着上新闻吧，就这样。你就抛，你就拍啊，我全程录着。你全程录着，哎、欸，我做我的防范嘛，对、啊、你怎么做我怎么做嘛。